早点回家，大家学双语。自宫，自宫怎么比呢？我们从这里发愿，发愿，右手是拳头，左手是一个布，石头遇到布，发愿的这个人，我们打直接打弓，哦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打，也可以这样打，都可以。关怀就是关心的意思，之前学过对不对？两个手，大拇根跟食指扣起来，但是是在我们心上，前面左右，我关心你。丘比买通，我是志工，您学会了吗？